赶时间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吃完这口马上给你调。你听不懂这话吗？我说了不赶时间，赶时间。哎呀，人家老板也不容易，都一天没吃饭了。你少管闲事，我不吃了。哎，妹子，你真是多嘴，划了我一单生意。老板，我看他可能是真憋不住了，你再给我装20包开。我带走啊！你看是我多嘴了，那你带那么多能吃完吗？哎呀，我过两天啊要去柬埔寨了，你呀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米皮了。没事，你以后想吃啊来我直播间，我可以给你发到家去。